你说这个工厂突然废弃了，是不是死过人啊？开门！林爽，开门！开门！快开车！林爽，又怪我！梁子呢？梁子说，往西十公里有个工厂，他要去那儿。这太奇怪了。摄像是杀马，不希望把废品带回家，视力很差，都是靠震动感应猎物的。这工厂是你的，告诉我这蛇怎么回事。我在这个工厂是研究医学的，再说了，这是你非要来的。